泡虾的超级大反派张正浩出狱回归，受到老周董的感化收留，开始洗白之路最后狼。不过在这条路上一点都不寂寞，因为有勇气这个欢喜冤家。我一定要笑场哦！哎呀，你们演一个，演一个色老头。今天第四集啊，对不起，第四集，第四集，没找到位啊，我有名的第四集啊，我这么是连忙弄来，恁该感谢我，刚才是我看到的啊。那是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又是过头了。啊！金婉君跟陈小金。来。你错过的是啥？你错过的是一个。极品男人，男人，极品男人。因为会发抖。极品这里，男人，你们两个都过来一点，这里。你这样也可以笑哦。跟沙发位置一样。重点是你还没看到他人呢，你只听声音哎。他没有做给我看。你等我一个怕的时候，哇！我怕你怕我，他就笑死了。对，你要在这边。太多，回来一点。极品，对，男人。极品。你真的只要这句话就笑哎。他先交给你，所以你们打我。你他是不是做一奇怪动作？极品男人，我唔是咪好咪啊，我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好，对不起，大家对不起，大家对不起。我们身边后面啊，过去记录无啥好，你信我感觉。来，我换一个房间。耶！恭喜你！你们这场感觉自己在 NG 哎。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虽然吵吵闹闹的，但在勇气因 David 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张正浩可是甘愿成为出气筒。大磊了，大磊了，吓我一跳。卡顺，卡来。你莫紧张，小姐，不好耍呀。真的超大力的哎！摔入镜，摔入镜，对，第二次。卡，好了，不逃了，说你。那你给我们数量，他几次？我怎么比较耐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来白银。什么？四次，没错，五万银翻了四次，那就四次，无限轮回。啊！我们都避开，不是先跑着找我。卡，好来，再来，第二个。他不用演。不用演了，对。你可以拍那个，我们是自己爬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兄弟，我说，我拐好了，我过。啊！真的没有。你春节呀？他等一下，你来试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哪一种？抢背，抢背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啊对啊。有啊，快打旋风，你就可以这个吗？往下坐，往下坐，然后脚到我顶我这里，我就会走到过去一点。你脚稍微出一点，那我可以碰到你。但是你手是怎么？你不会 VIP 啊？然后我就会前滚到我腰斜这里这里。你看位置，我转一次给你看。是你我躺还是？當然你躺了，我躺。你敢入先厕所？哇！不会翻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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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着摔着，哎，好像就摔出了点什么，还就这样摔成了袒胸露肚，甚至摔到了床上去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你是这样演吗？真的这样演啊？好，我等一下尽量镇定。摄影师他知道，到时候你这原地拖他赛时不对哦。他是这样吗？好好。跳一路歪这个坐慢一点，会痛苦。好巧。这边吗？我公平的，哎，来。哇！这里好好啊，麻烦你先把这推，我特别来。第二个哇，接的很好啊。我觉得很自然，接起来了。看点。王婆，应该不用吧？六块八块。替身知道补鼻液，那不淘猫给我脸没钱了？鼻液有八块吗？也没有。疼就疼啊！心脏惊掉。安啦，是不是惊到？听伊放臭，对不起。有了，有线条了，有线条了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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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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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六块七，对，他等下。我听你报复。最后那个尾话哈，他已经看第一次，你接那个六块七八块七，半抖不行哦，你要笑。三二，好了。对不起。跟我一起，这两只会不会被一个标题？史上台八看过最多男模裸体的女性。还有谁是男模？这两个还有。建军哥也是啊，少奇都是男模，少奇哥以前也是，我没看过他的，他是祖师爷，祖师爷，建军哥也是我祖师爷，但是有一点线条啦，我颤抖之后还是有线的，好，我刚谁都不看，你刚刚看哪里？我刚只能尽量看这个，不要笑，看这里会不会想笑？哎，这姿势好撩人哦。你不要动，我把你压到你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可惜了，你不用吗？你有看过 David 的哪一个比较好？比较好，鉴定一下。对，芹菜，里面有到芹菜，对，没关，没当概念。他昨天为什么会比较不好？因为晚上我之前忘记。这样的还好吗？结束了，还好啊。脱衣，刚超怕人家拍的呀，超怕人家拍的。没有准备好，当然会不是怕，是不好意思。不会啦。哎，老实说，真的偷吃咸酥鸡有差是不是？其实如果你在保持运动的人是没有差啦，但像王宇杰那种女孩子那种人就是还有什么吴婉君啊，我是不好意思讲她啦，就是。因为那种东西就是油量多嘛，热量高又是油炸物，半夜吃，隔天一起来就在拍戏，所以可能就是没吃的话就会小一点，是这样的概念吗？其实没有差，没有差。不会啦，身材还算不错，真的。
就是在这种状态告诉米达。真的好笑吗？很好笑哎！哎，你现在都走这种路线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说了，就是因为张正浩他现在是得到了周家的爱，所以我觉得他把本性发挥，心里面的最纯真的那一块拿出来了，感觉是对永琪可能是有一点点，一开始是想要帮助他的心情，那他为了想要逗他笑，他就会抛开那所有他以前不好的事情，他觉得这女孩子我想要帮助他，我想要逗他开心。张正浩他的原本内心的那一点点幽默感，他都拿出来。没想到女孩子都还蛮吃这一套。永琪是很天真、很纯真，他觉得我跟你相处，我不用太多的一些防备，所以张正浩也把他的。我刚刚一度想说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是是不是假装画个线条或什么之类的？哎呦，不干，哎呦，就是坦荡荡，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好啦，真的没什么。好瘦，太瘦了。